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小弟彭道街的新角不切分。今日是11月6日，大家2024年，今日星期三，即中数下又是2点零，再跟大家分开个视频。我又回到这条街道，是叫做京阳王街，在这里我又向回去新街市那里。经过那里又天又再落雨，很多人又企在那里穿雨褛。今天又不知道怎样了，只是又看到走到一段又停雨，走一段又再落雨，停停落落，落雨都不知道怎样了。家人小弟又接续啊，同大家去游车啊，经过嗰度啊，街市叫做安乐街市啊。喺度咧系近住下六省车站啊，啲地方有好多车夫啊，人家在吃啊，有嗰度都近住街市，都有好多人啊卖嘢啊，大家啊。讲到京阳王街嗰度啊。個街啊有幾次啊，清個街路好高啊嚇，喺度我哋見到個街市嗰度啊，我哋望幾低啊，啲水啊又啊流曬落去啊個低嘅地方度啊，嗰度見到有大氹水啊啊喺街市度啊，大家又再落大雨啦，大家啊。好彩落雨啊，系啊，头先啊中午12点几靓落雨啊，好似朝早落雨啊，好多人买嘢啊，街市仲更加做嘢仲更加困难添啊，生意又唔做得啦。家我又走向紧啊，去翻去呢个侯光街同埋京阳王街，小弟啊又见到啊喺在啊。富林游泳池啊，家人啊拆迁啊，唔知搭屋点样啦吓，见到嗰个地方啊，以前系游泳池，后来啊就俾大个租爱嚟做运动啊个嘅 gym， 就咧家人啦，见到人家又冇租添，家人喺度地方啊拆紧啊，家小弟经过同大家一次分享一下啊。有經過度加避雨啊，喺度個巴士站啊，有個野車加企度避雨，喺度有喺度有地方賣車嚇個 showroom 啊，喺度個廠係叫做BMW。啊！今日落好大雨啦，喺度家擺街邊賣嘢，落完家攞嘢遮住啊！电油站到好多人企啊，企喺度避雨。喺度一边又落雨，一边又有太阳啊。喺度京阳王街啊，叫做六省街啊。呢個街道以前啊，家去翻鄉下，去翻下六省啊，永隆、隆安啊、善江、安江啊，家又喺呢個街道又通出去一號啊角度，又去翻去下六省。經過嗰度安陽王街，走直嗰度侯光街啊，向右嗰度我入呢個安陽王街嗰度啊，又去翻去
啊平富啊平富区啊平富区度家阵都有钱啊，好多家屋啊，起别墅。大家我走到嗰度啊，系啊，经过头先啊叫安乐园圈啊，啊经过嗰度系啊富林啊公园，有啲片度啊有好多人啊，企喺街边啊避雨，嗰度而家瞓埋觉啊。街邊度加避緊雨啊！啊！望我对面咧系第六郡啊文化中心啊体育，啊家阵又停雨啦，大家，家小弟见到冇滴雨啊，咁喺度啊街啊，人家仲系着雨褛啊，因为走车啲水又散上嚟啊，咁啊好易。濕曬人嘅，落雨咁樣，小弟同大家分享視頻啦，錄影啦，有少少啲雨水啊，希望大家包容下哈，咁啊錄影嘅影又唔靚嘅，咁啊，小大家到喺度系富林游泳池啦吓。以前唔知道有边位喺度曾经游过水未啊？所以小大以前啊细细个都有嚟到喺度游水啊，间见翻喺度有很多嘢怀念啊。咁啊，一个时间后啊，啲地方又俾第二個租啊，冇開啊富林游泳池添，咁啊同家租係我哋做高架同埋tập gym啊，大家下運動 gym 啊，訓練肌肉啊，大家以前度游泳池啊都好好做啊哈，唔知點解佢又唔做添啦。啊！喺度小弟見到暫時休息裝修翻。以前喺度有個門啦嚇，我哋入門口。嗰度有电油站啊，呢架载客车50座位啊，喺度倒紧电油。啊，到嗰度左手对面咧系富林食物区，咁喺度有一间电影啊，个名叫做《Galaxy》。好，小弟企喺度拍，同大家分享
啊，度嘅好多人着紧雨褛啊，落雨我哋要着雨褛啊，唔着雨褛真系唔掂啊！而家人成个人啊，周身啊湿晒啊！啊，望过对面度系加拉斯啊电影，啊，隔篱啊电影喺度系啊十号街啊，喺度系富林啊食物区。啊，周末啦，同埋夜晚啲地方先熱鬧啊，仲有其他日子係唔係幾啊熱鬧？同埋平常夜晚都冇咁嘢熱鬧嘅，喺度賣嘢食啊，見到賣都好淡下嘅，唔係間間都旺。好似第十郡啦，食物區嗰邊啦先旺啦，啊，每次經過嗰個胡士企啊。飲食區話見到滿客㗎，啊，好多外國人都嚟到啊嗰個地方啊。啊，經過嗰度，小弟記得嗰度有一間啊，以前一間超市啊，啊賣啊間鋪頭啊，咪超市，因為唔係好大啊嘛。咁啊！呢間嘢喺度啊，係賣啊行李箱啊。咁啊，間執埋粒啦。啊，上少少嗰度有一間行李箱，仲係啊仲賣嘅嚇啊。哦，太陽啊出嚟啦！啊，咁樣家做嘢賣嘢做得啦。啊，向右喺度啊，入啲區啊，叫做啊富林住宅區啊，叫做叫沙富林啊，大家。咁啊喺第六郡咧，係最多啲啊富林住宅區啊，有 A、B、C、D 啊，我真係多啊！咁啊，以前富林住宅區啊，以前全部嗰度大份係空地多啊嘛，咁後來啦，啲屋啲地有價，咁啊富林啲區度啊，啊先啊分出嚟啊，咁啊先有啊富林住宅區嚇啊。嗰度有檔咖啡啊。啊，望啊出邊啦，嘅一間咖啡檔啊，設計似冇啲啊個款係嗰啲木啊，但係唔係木嚟噶，佢係啲紅泥啊，咁佢油，咁啊整，咁我試啲木枝咁樣。啊，經過喺度啊，向右啊，右啲巷啊，又通翻出去後江街啊。京洋王啊，以前系六省街，啊啲交阔啦吓，以前好多人嚟都斗车啊。啊夜晚啦，呢个地方有好多啊啲困难人啊，踎街边等人家派饭。啊！就嗰度啊，啲阿姐養只狗啊，狗又啊周驚咁啊，走去買路啊，嗯，啊陰公只狗啊，唔知啊主人係邊個啊，佢驚，哎，哇好危險啊，好危險啊！嗰度見到黃狗仔啊，啊，唔知點樣啦，唔知咪蕩失咗主人啦，佢啊，啊係啊，中間嘅街度咁啊，走嚟走去好危險。
啊，經過嗰度係叫做富林橋啦，嚇，嗰度叫做舊暗烏街。啊，今日走入一條街叫做紅磅街。啊，嗰度個橋度啊，夜晚啊，好多啲老人家啊，困難人啊，就坐喺度啊，等人家做善事派飯。啊！家陣一停雨啦，人家喺度啊，樹雨褸啊，啊！今日落雨啊，又唔停嘅嚇，有時落，有時停。我落經過喺度啊，小弟記得噶，啲地方以前有一間啊咖啡檔啊，個名係叫做啊辣辣鍋，大家。啊！喺度小弟叫到間賣橙啊，永隆橙一斤啊5.5啊，喺度間賣10斤55,000。今年永隆橙咧真係多啊，大家多到間賣唔曬啊，賣幾平啊！啲橙度啊平到爛啊，真係講啊！嗰度當鋪賣啊賣車啊，到嗰度啊街叫做啊黃磊卡，向右度啊又通啊出去啊個條河度嚇，個河個名叫做啊羅金河。咁喺度落咁啊！以前就有啊富林码头啊，啊，嗰度个街啊叫做白基街嚟噶。白基小弟嘅一译翻个名系叫做啊巴基街。啊，街道係個行嚟嘅嚇，但係有街名喺度都有多華人住啊。順便啊，走經過入行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啊。啊，行裏邊都好多有家修整機動車啊。啊，行度啊可以通出去富林码头街吓，大家叫做边đường bến Phú Lâm啊。啊！介紹大又走翻出去啦嚇，喺度走少少先，又通出去啊街頭啊，巷頭啊，大家但喺度啊，特別有個街名係叫做巴基街，譯翻係叫做梁巴基啊，大家
咁呢個街啊名啊，其實有好多人都唔識噶嚇，啊又係住第六郡啦。咁啊，因為啲街名係好少走啊，經過紅磡街有噶嚇，但入個行留意呢個街道啊係冇啊。好似小弟唔同大家分享嘅視頻，有時大家都唔知道。啊，嗰度而家修整車啊。咁啊，走出个街头嗰度啊，三街六街，啊望个地面就系啊，继续讲天桥啦，夜晚度啊系有几间啊卖饭店啊吓，嗰度有间庙。啊喺度啊！我哋啊有上过红磡街啊，咁就咧好啲，我哋走上天桥啊，因为走天桥啊系过好快啊，仲有我哋走喺啊下低呢度啊，过红绿灯啊系稍多时间噶吓，因为要企听个五丫路街啊，即系明逢街，咁就咧系嘥个时间，咁我哋有过红磡街。一直咁啊上橋過去啊，咁啊經過嗰度有一亭，嗰度叫做富林亭啊，啊喺度啊係啊賣啊豬腸糕廠啊，啊嗰度有幾間嘢喺度啊係啊整啊豬腸糕啊。而家出翻嚟同大家分享啊。經過行度同大家分享嚇，啊落完雨咁啊啲行度見到好靜啊，啊咁啊走到度啊都係啊叫做街啊大家，啊呢個街叫做啊板東啊大家。小人唔係幾識譯啊！啊，呢個街叫做啊永繁東。啊，嗰度有一間啊富林亭。啊，富林亭度啊，見到有啊寫中文同埋葉文啦，中文呢個字見到好細，仲有葉文咧見到好大嚇。啊，跟我走翻出去啦，喺度啊，我哋走啲巷捐窿捐罅，啲巷好深啊。喺度而家整緊啊鐵頂，喺度通過巷啊，係187號明鳳街。咁呢個街度啊，有多個位都唔識噶嚇，叫永繁東啊。有時小弟都少留意到啲街名喺度噶啊。啊！喺度小弟見到間啊賣做啊豬腸糕啊，嗯，啊大家有想買啊豬腸糕啊，咁啊我哋又嚟到喺度啊個街啊，大家街度啊
係紅磡街同埋啊宏遠飯店街啊，日講咁啊，好多個位唔係幾識噶。好啲，我哋嚟到喺度啊，啊嗰度係啊富林亭啊，啊咁我哋嚟到度啊揾個地址啊，易揾啲啊。啊好多人啊，我哋賣啊豬腸膏啊，人家嚟到度攞膏翻請賣啊。喺度小弟見到有一架車係啊柬埔寨啊，係金邊車啊，啊走入啊越南度啊，就緊吃噶，因為見到個車牌啊係柬埔寨嘅車牌，個車牌啊係啊6579啊，大家。6579啊，因為又買啊，字尾啊，見到個車牌又先買一下啊。啲柬埔寨車啊，仲喺啊金邊嗰邊啊嚇，咁樣就咧走走入越南度啊。走到度係紅磡街啦，嗰度啊紅磡街係第六房哈，第六棍第六房，右手對面是第十一棍啊。咁啊，到度小弟又同大家講結束啦哈啊。咁啊，好開心啊！啊，就啊星期三啊，同大家遊車行咁啊，街上有咩特色咁同大家啊分享睇啊睇街啊解悶咧啊。咁啊，小弟有講粵語啊，同埋啲影啊拍唔係幾靚啊，因為落雨嘅問題啊。啊拍唔幾靚，希望大家明白嚇，包容下。咁啊邊位未訂閱就記得同小弟訂閱支持小弟嚇，小弟好多謝啊，大家支持。咁啊再見翻大家下個新浪博視頻，再見，拜拜。